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c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新竹换轮胎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从台北跑到新竹换轮胎，很神奇，对吧？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哦。那为什么要到新竹换轮胎呢？因为新竹有一间店叫做阿义轮胎，那里的老板跟我们的63机车洗车厂老板有一些美丽的邂逅，所以变成是说，老板为了要挺他哦。所以他跑到新竹去换轮胎，那苦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水小，我要跟老板一起去换轮胎。换轮胎不要紧啊，重点是什么呢？才刚出发，老板咻一个就不见了啊！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走到哪啊，很惊慌，很错愕，老板去哪里了？然后他打电话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走错路了啦！”所以呢，现在我要自己导航，自己走回原本那条正确的路哦，非常的可怜。以上就是真实的画面哈。Shit， 可怜呐，还要自己导航。还按，过去只要十分钟哎，但我是不是他妈回转啊？真的，我要回转哎 ，fuck。走错路喽！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第一个弯还没有弯就不见？你那么快冲在小啊？哪有快啊？快到我都看不到了。你屁的，哪有快？而且导航不就同一个地方吗？导航就同一个键啊！好，那以上就是我跟老板的日常对话啦，是不是很友善呢？那对话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继续往新竹骑啦。其实一路上哦，真的是很无聊啊，没有什么东西啊。我们导航它是帮我们走市区啊，真的非常无聊，走走停停的，又一直是直线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自己看看有多无聊吧。神经病，硬要来新竹换轮胎。好，听到前面的收音就知道啊，又啊，我来幕后配音啊，这收音真是惨不忍睹啊，果然还是要外借麦克风啊。啊，老板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他跟阿义轮胎认识的故事啊，没关系，我来讲好不好？就是呢，其实63机车洗车厂除了洗车之外，你要改装或者是维护保养那些，老板都有认识啊。啊，刚好有一个洗车厂的客人想要换轮胎，我忘记是 Super Cosa 还是 Rosso Cosa 了，反正那个时候北部就找不到哦，半条都没有。那北部找不到呢，就往南部找嘛。那因缘际会之下就联络到了新竹阿义轮胎的老板，然后刚好有货，那我们的洗车厂老板就说：“那你帮我寄上来好不好？我再给你那个邮寄的钱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欸，不用啊，我帮你送上去就好啦。”啊，送上来之后呢，跟我们洗车厂老板要了200块油钱，就这样走了。哦，真正是笑诶，笑诶，都着笑诶，就是安内啦。那之后呢，洗车厂老板的客人啊、一群小朋友就去跑五岭啊。那跑五岭就遇到一些突发状况，吊车啊、车子就坏在五岭上面，然后一样联络到了新竹阿义轮胎的老板，说你附近有没有认识的车行可以去帮我载车。然后阿义轮胎的老板就说不用啊，我自己去载就好啦。而且他载不是载到台中的修车行，他是说我可以帮你载到台北哪里的车行啊，你跟我讲就好了啊，你到时候给我一点油钱就好了。观众你们听是不是很疯哦？真的是一个疯子啊。那我听完这个故事呢，我也好像有点了解到为什么要跑到新竹去找这个老板来换轮胎了啊，真的是想看看这疯子到底是怎样啊。
好，那我们到新竹了，那过程我就剪掉了，不然真的太无聊了。我们先到新竹的其他车行拿轮胎，那为什么是到其他车行呢？因为这次的轮胎是用 Kings 所提供的前后轮 GP901 全热熔胎哦，所以先感谢一下厂商好不好？这条前后热熔胎呢，之后也会出测试的一些心得啦，好不好？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。终于拿到了，看这胎纹，很有杀气啊！没什么胎纹，没什么胎纹就代表这是有抓地力的胎啊。GP901，啊，来，脚手部啊，输了呗，来啊！啊，我有在摄影机，你们捡到手部，捡到摄影的那个杯，啊，你又不会，不一定会输，剪刀石头布，好。好，那以上就是 NT15 换轮胎的过程。不得不说，整个看下来，他们真的是蛮细心的。卡钳会用套子帮你包起来啊，然后会帮你除掉新轮胎上的蜡，包含上链条油等等。虽然这些都很基本哦，不过看他们做就觉得蛮细心的啊。他们还有提供维修、保养、改装，反正一般机车店有的他们都有啦，而且重车或速克达都可以哦。那有需要轮胎的话，也欢迎跟他们交货，他们轮胎真的很多啊，各式奇葩尺寸应该都拿得到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私讯他们的 FB 或 IG 咯。以上就是这次去新竹换轮胎的过程啊，干真是莫名其妙，好废的片啊！帮阿姨轮胎推广一下好不好？大家有要买轮胎去找他啊。然后本来是要顺便测试 GP901 的、啊，可是回来的时候路况不太好，加上路也不熟，所以就没有测试太多。那之后再出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条全热熔胎。跑起来如何？感受度如何？好不好？但我是比较想要先开箱我的 Pista 啦，天哪！好啦，都会做好不好？那喜欢影片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 Taco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